隐瞒这么久，陈乔恩这次真的怀孕了。腹部微挺再也藏不住，再不公布恋情就真的晚了。男主角果然是。隐瞒这么久，陈乔恩这次真的怀孕了。腹部微挺再也藏不住，再不公布恋情就真的晚了。男主角果然是。看著娱乐圈一对对明星都结婚了，我们的乔恩姐已经单身三十几年，难道真的就不心动吗？陈乔恩一直都是一个爱笑的女孩，深受大家的喜欢，最近关于她的恋情也是被炒得很火。最让人祝福的无非是她与王凯之间了，陈乔恩和王凯两人因为一部《放弃我抓紧我》被大家联系到一起，两人关系也不浅，粉丝们在想你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。不过在金星秀上已经被否认了，声称两人只是好朋友而已。好吧，既然都这么说了，就暂且相信你们只是好朋友，会每天都会在拍戏的时候送陈乔恩回家吗？最近陈乔恩在机场被粉丝拍到一张照片，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。陈乔恩的腹部很明显的微微隆起了一块，这是怀孕的节奏啊。如果说这是吃得太饱，那完全是不可能的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来看，这有七成是怀孕啊。那么谁最有可能是陈乔恩的男朋友了？貌似除了王凯，没有什么其他人与陈乔恩联系了。难道上他们在金星秀上说的都是不真实的吗？或者说两人其实一直在地下恋？当然这些都是猜测，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就确定陈乔恩已经怀孕。不过从陈乔恩的身上看来，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。而且王凯的眼光一向可以，陈乔恩这样娇嫩的女人也是少见。再说人家身形还是杨柳细腰，有网友在微博上面看到了乔恩的小秘密了，这才是人家咬挑的理由。我作伴月后杜子小一圈啦。要是真的怀上了，再不公布恋情的话，难道要像林心如和霍建华那样未婚先孕吗？如果和王凯真的有什么，那就赶紧跟粉丝们说吧。毕竟粉丝们这么希望你们在一起，不要让大家失望哦。